今天呢，来耳湾收一个出租房，同时看看我们是怎么管房子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在耳湾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出租和管理呢，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，因为呢，他对知识面和经验都是有很高的要求的。像我们的管理员呢，平均都是有十五年的经验的，所以非常复杂的问题都是处理过的。首先呢，租客的调查就不一样，这个呢，我们要调查七大项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可以倒推他十年的记录。 而不是呢，仅仅的查个信用报告之类的，这个是不行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做到合规，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文件库，这个是根据规定实时更新的。那么针对不同的租客情况呢，会采用不同的文件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很有经验的管理员会跟租客面谈来判断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租客。另外呢，在租客居住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有问题怎么处理，多少天，这个都是有清晰的规定的。所以呢，你看出问题的都是因为经验或者知识的欠缺。 房子买的好，租的好，租的稳定，这样呢才能保证房主最大的利益。